元熙已经弃城而逃，丢了你的夫君，为他殉情，又何意也？司空大，带走。儿臣拜见父亲。府中人等全部缉拿，此乃元熙之妻甄宓。哦，我儿找到了，是。 抬起头来，元熙有妇如此，逃走时竟然舍得遗弃。妾有三件事求司空。说。第一件，误伤百姓。姑娘。 我负心仁义之事，除强扶弱，自然会抚恤百姓。我儿所说，你听到了？既然司空是仁义之士，元府妇孺无辜，还望司空留一念之仁，予以保全。我连骂我先父的陈琳都不杀，怎会伤害妇孺？你这两条我都答应了，第三条，该为你自己求了吧。妾只求全尸，魂留故国。 <笑>虎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河北中原如今一体，何必拘泥此地？子涵，在，带甄夫人下去，挑一处干净所在，让你母亲好生安置。是，甄夫人。 往前走20步，过湖心亭，作诗一首，念给韦府听。是。君王礼英贤，不吝千金璧，从容冰景台，清池映华薄。哈哈哈！哈，诗是做了。 你还没走呢，往前走20步，快！是父亲。